首先再为大家讲一下，救生衣一定要穿，救生衣一定要穿，因为我们这边属于台江国家公园管理，我们属于台江国家公园管理，它有规定一上船一定要穿救生衣，但是这件救生衣还是请你注意，在我们船长或是安全人员没有叫你拉那个拉环，你就不要去拉它，你就不要去拉它，你只要一拉棒就要赔我们2000块去碰那一只钢瓶，所以麻烦大家注意一下，请安消息管理别去换电话，就只要给你提醒一下，一定爱请你只要在咱这座路程，咱这个航程，不算短的时间内，你有时间变数的，我后面有左右有五星级，我说你就不要做吗？所以刚才讲的我们的安全人员为着咱的安全来搞出来，等他来哈。好，恁叫船划过来啊，船划过来，甲恁介绍，我今天要甲恁讲的第二个河道，第二条河道，它也是人工的照明，这条的照明，相信咱在座这些大朋友拢知，叫嘉南大圳，嘉南大圳，嘉南大圳。讲到嘉南大圳，咱就要讲到一个日本人，叫八田里，八田里，今天好今天有较多哈，八田里，他历经了十年，从1920到1930，共植了一灌溉渠道跟排水道，总共16000多公里，16000多公里，所以现在乌山头水库旁边有盖一个八田里纪念馆。他有四个房子，四间房舍，他每个月的四个礼拜，每个礼拜各开放一间，各开放一间。那在我们船的右方，大家可以看到一只大白鹭。左方，我们改外方了，改动就左边哈。我们船的左前方，有一只大白鹭哈，先来看这里，大白鹭。等一下，有看到我跟个改工，我喜欢那张被改工的大白鹭哦。目前这边常见的有大白鹭、中白鹭、小白鹭。传进来以后，这是我们的红树林区介绍，跟你们介绍台湾现在看得到的四种红树林种，仅存的四种。刚才有跟各位讲，左右两边都是海嘎当，你也看伊的根、气根，伊个根吐一支起来，这就是伊个呼吸根吼，伊个气根对伊个根生出来，直接看出明显，拢对伊个根生出来叫海嘎当、海茄刀。从新竹以南，屏东、大同湾以北、潮间带，你都会看得到它。它是台湾最多的红树林植物，红树林植物。然后再慢慢的，我们船的左前方，到这边白鸭虾、五里角的李正，把你盖下。半空中咖啡色那个是它的气根哦，气根哈、往下长就变成支撑根。水闸门，船的右边我们要经过一个水闸门。水闸门是日据时代日本人盖的，外面就是安顺盐田哈。看这里分起来安顺盐田，再跟各位强调一次，外面是安顺盐田。然后给各位看到左边的沙洲上面，看看有没有招潮蟹出来了，看一下，然后今天较寒，日头还没出来，可能无啦，但是会当大家都小吹一下今天日头
啊，未出来吼，佫较寒吼，也未要出来食饭的。杠杆原理，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了。好，现在跳起来，这一头有绑十块，像有一根绳子，在水面的它上面是一个网子，它下面是一个网子。好，利用杠杆原理，一个人就可以拉起来了。后面那个半圆形的，来一个汤金鸟，哦，汤金鸟，可以想象得到，伊就是伊面的歇困放物件的所在，伊面的歇困放物件的所在。哦，来渐渐，咱就感觉讲，今日虽然有风，但是平常时咱渐渐嘛是感觉讲，下面的浪会大一点吼，会较硬。嗨，还是跟他们各位说吼，我看结果吼，飞起来叫的小白鹭啊吼，飞起来叫的小白鹭吼。哦，真正今日风真正太大咧。我叫来过过来，一只苍鹭，来先生，你提好一只苍鹭，苍鹭，苍鹭，对，头像是苍鹭。哦，苍鹭，等下有时间搁继续同大家讲这只苍鹭的故事哦，苍鹭。哦，因为咱今仔我今仔看到高跷鞋啦，咱今仔左边沙洲上面有一个脚架，红色的脚长长的，叫做高跷鞋。高跷鞋，高跷鞋，热脚架，哦，拢叫热脚架。哦，我有当时来讲，伊是鸟类的林志玲哦。哦，我等下咪甲你解释伊，我为什么要讲伊是鸟类林志玲。哦，边仔只细只赤足玉，赤足玉。哦，伊个脚红色的，就是赤足玉。哦，那较浅色叫青竹芋，哈、哦。找一个他讲哈。哦，那些会场的其实很好，因为你看。